讲到这个春联，一当算是过年的时阵，家家户户必需品。这伫林地的竹灰竹笋花，是特别聘请到绿林，也个香草书法社的这书法家，早起八点的时阵来到竹笋花现场来写春联。要讲这春联啊，拢是要送给绿林地区的民众的，因此啊，就真济民众看到了，拢是专工来所处。参拜乡的怡心园今日非常热闹，因为一年一度的小小书法家举办春联活动，今日是热闹来展开。来自全国有15间国小做伙来参加，一挂参加的小朋友拢是各学校的书法高手，这写起来书法拢是安尼有模有样，完全是袂输乎这大人。对会当参加这个活动，小朋友拢讲真有趣味，也真有意义，未来有机会也一定会搁再来参加。写书法觉得怎样？很有趣，很有趣啊！可以帮助别人，你觉得怎样？很高兴吗？很高兴哟！以后还要不要来参加？要要哈！我们彰化县有事务所偏乡国小，在我们的田尾宜兴园举办这一个春联义卖的活动。这个活动从7年前开始，最主要的用意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常常受到很多企业家的赞助。在彰化县也推动了很久的书法教育，那希望说利用这个年轻的节日，让每个小朋友把他们的所学能够做一个实际的展出，那也让他们的爱心啊，能够透过各位叔叔伯伯你们对他们的义买，那将他们所得的款项捐给一些慈善团体。包括立法委员陈如芬等地方各界人士，有非常多人拢是前往参加，为这小朋友来加油。看到这小朋友写这书法写了这么水，大家都是很肯定。对于这主办单位当年举办这个活动，大家也都是很支持。如恩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也感受到新年啊快到了啊这样的一个气氛。那我想说，西周国小在我们陈金网校长带领之下啊，呼吁所有啊各学校啊来共襄盛举来参与啊，所有的同学会写字的都集结在我们啊田尾宜兴园这个地方。那普兴国小也不例外，也不缺席啊！所以看到小朋友写的春联，我讲这囡仔写的春联哈，比较有生命力，比较有那特别的意义啊！小孩子可以把他字写的这么好，让我们啊贴在我们的家里啊，这主人呢啊一种辟邪的最好的工具。这一届来自县内各地国小参加是非常踊跃，找这小朋友写春联来举办，地方各界又搁赞助这花费，让各辈民众也会当得到上届美丽的花，也让今日活动是办了更加成功、更加圆满。中视新闻蔡江平采访报道。